离上任不到十天了，这位准台北市长柯文哲人事争议不断。那么内定接掌文化局长的倪崇华还没有正式公布，已经引发了艺文圈的反弹。而五名柯文哲市政顾问先后辞去了顾问的职务。那么确定接下督发局长的林周明也被质疑他根本没有建筑师执照，却开了建筑师事务所挂牌营业。面对媒体的提问，他一度动怒，他说无照营业事件法院早就做出了判决，说他可以自称建筑师。他还强调，你看看历任的督发局长哪一位是有执照的？受文史团体邀请，低调走访，青云阁就职。虽然柯市府人事还没公布，内定的文化局长李崇华已经动作频频。老朋友跟我讲说有这样的一个活动，我就很有兴趣，我是来学习的。面对镜头一脸尴尬，毕竟还没走马上任，已经让艺文界掀起波澜。柯文哲市政顾问成员也在脸书痛批导演洪宏，说柯P核心团队据说是集体投票支持林崇华，让他跌破眼镜。资深媒体人冯贤贤也表示，柯P做出悲剧动作，确认台北市文化局是一个康乐股。视觉艺术联盟荣誉理事长胡永芬更直接表明，从今往后不用浪费时间互相假来假去。反对声浪排山倒海，连同艺术评论家谢东宁、艺术家姚瑞忠，共五名市政顾问先后辞职。既然如果你最后是要由一些他的智囊团来决定的话，那你干脆在初选之后你就自己决定就好了。遴选委员公布评分，质疑林崇华在14位遴选委员中只拿到9票，低空越过门槛入选排名第3，最后竟然出现就任。是公布，所以我也不便。我会全力以赴。柯文哲人事争议，还有在国际间享有盛名的督发局长林周明，在第一波人事公布后就被质疑在台湾没有建筑师执照挂牌执业，恐怕已经违法在先。问张三是不是建筑师，这个叫很可笑。我再讲一次，我是建筑师，法院说我是建筑师。去上网，大家也要用功一点，哪一位督发局长具有台湾建筑师执照？面对质疑，林周明虽然已经把事务所的招牌拿下来，柯市府的公信力也被扣分，柯文哲用人争议声不少，也伤了支持者对白色力量的期待。记者黄明居、李冠智台北采访报道。